坐骨，所以坐骨神经痛是在下面。这个叫做底骨，骨头叫做底。好，一个骨在一个底下的底上面拿掉的那个底骨，就在这里，痛不痛？痛。对，在这里。好，我就用下盘都痛。对。对不对？好，你看，会痛哈。好，忍耐一下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来。这个就是治边。八髎完了，这边对不对？命门好，来在这边，这个是下髎，好来，在它平行线，这样要靠近外面一点，你不要不用害怕说找不到它哈，有没有感觉？有，它这个地方会更痛，嗯，会痛，对，我稍微小力一点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好。膝盖帮我看有没有更好一点？有啊，它那个中间线至少这边的臀部起来了。对 对。好，来，接着是大肠腧，好，命门刚刚找到了在这里，然后呢，上髎是不是这里？嗯，上髎这里，好，在命门大肠腧在这里，酸不酸？会哈，在这里。你们大致不会摸的话，摸到的话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会不舒服，因为我们站太久了。好，你看我现在是用这一块，因为它就一点点。好，如果我们不用它，用这个可以吗？好。好，再来这边大肠。